所以同樣大家好，我得住個希望，堅持呢個產品講嘅，放喺全球訪問量最高嘅品牌 Google 首頁，電台嘅專業性。喺呢個視頻，我哋教大家點樣從零做起呢個事。首先，我哋了解一下互聯網每一分鐘嘅海量數據，所有海量消息像是72個字，表示我哋有3000分左右先可以出嚟。Google 搜尋嘅200多，地名增加70。網站增加500多，郵件服務嘅發展就有啲困難。我哋點樣可以借助 Google 呢個10年支出呢兩大手段，讓我哋嘅產品喺眾多競爭對手遙遙領先，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我哋試問一個問題：我想你接受全球排名第一嘅係我哋其中一個關聯產品 Google 嘅最大嘅競爭 Google。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这个带出来的数据是520。在下面 Google Search Relationship Test 为我们带来两个功能，一个是 Google Test Relationship Test， 一个是 Google Test Relationship Test。 这两个关联连接为我们带来的海量数据，让我们在 Google 首页前排位遥遥领先。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 正是如家可分享，它的優點在於它可以讓你很遠的客戶看好近的距離，就可以體驗到你的產品的優點。我們再回去 Google 裡面的 Video 如何看，大家在這裡看到就是 Video Marketing 的優點，在首頁我們發展的發展，我們差不多兩年依然是我們發展的發展，但是多了很多情況去參與，情況真係一樣。第四頁情況真係冇變。第五頁情況真係冇變。我哋今日講嘅 Video Marketing 嗰個優勢在於從第三個發展嘅概念，引致到我哋嗰個喺 Google 搜索嗰個概念增加咗，令到我哋喺自然排名嘅優勢係唔錯嘅。Video Marketing 嘅優勢在於佢可以全方位展示到你嘅產品個結構。的應用和效用，令你很遠的客戶在很近的距離就可以體驗到你的產品。我們在未來的5年20年在香港工業總會舉辦的城市中小企如何面向城市，由零成本到全球市場生產。時間是下個三小時，如果大家對這個熱情的人員大家不妨接觸這個熱情，下載個網頁報名參加。同時我們為大家推薦一個全球化的平台，你是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的市場，我們保證我們成功，在大家的市場上之前我們設身方法講的好處，讓觀眾透過智能手機就可以直接欣賞你的市場，無需要客戶任何的。如果大家對這方面有任何疑問或者要支持，